14岁嗰年签公司，合约嘅第3年，我经理人开始要求我出借一啲同工作冇关嘅饭局。去呢啲饭局嘅大部分都系啲做生意。我经理人同我讲话，如果我唔去嘅话，呢一段录影口供系陈学欣喺自愿情况底下录影。系，我已经同佢交代过，段片只系帮我写入品状做参考，我唔会攞上庭做证供。但根据佢讲法，佢要求解约。是基於他不可以接受他經理人公司要求他出席一些富豪的飯局，這種情況已經持續了好幾年。我們可以用僱傭的條例指控君途娛樂違反原先合約的內容，那我們的當事人推翻這份不公平不公義的合約只是逼不得已。丁凱，你點解？如果陳小姐說的是事實，他就有權不需要履行那份合約。其實如果你覺得沒問題的話，我和丁勤會馬上寫入品狀。等陣，你沒有聽清楚丁勤的說話嗎？他是說如果陳學欣說的是事實，這單官司才有勝算，但這個女人所說的根本就是大話。昨晚我和君途娛樂邊高層吃飯，他們給了私家偵探查回來的資料我看，陳小姐曾經多次無故抗工影響工作，你估唔估到佢背住自己公司喺出面做咩啊？佢透過啲中間人出席啲飯局，一餐飯至少可以得到5位數字嘅報酬。冇可能，我想睇下佢哋俾你嘅資料。你唔信我咩？既然我有份負責呢單 case， 我覺得我有責任去認證所有嘅資料嘅真確性。啲資料我已經睇過。我可以好肯定話俾你聽，係真的。唔信問阿丁勤，成份資料係佢幫我 file check 嗰次，係咪啊，丁勤？係啊，啲資料我睇過曬，全部都係真。點解之前唔聽你提嘅？我諗住等阿機師親自同你講嘅。麻煩，我知道你今次落咗好多心機，但你幾叻都好，你唔係上帝啊！呢個當事人同你講真話定講大話，你分唔到係好正常。我想問下你，份資料你真係睇過？重要咩？而家公司打緊大風，卓瑞俾人拉咗，希曹同 Henry 兩個政府主席都係掛名，呢度最大嗰個都仲係 K.C.。我问你啊，你寻晚真系同君途娱乐嘅人食过饭？啲资料你真系睇过？冇，寻晚我冇见过 K 师，亦都冇睇过啲咩资料。头先 K 师喺度讲大话，我都喺度讲大话。丁勤，我想知道到底 K 师同埋君途娱乐之间有啲乜嘢交易？以我所知，君途会将下年上市嘅 IPO 交俾 K 师负责。融資金額係30億，同一單合約糾纏嘅官司根本冇得比。麻煩，你係個咩人我好清楚，但呢個事又唔可以再咁好勝。如果呢件事係發生喺希素或者其他律師身上，你會點同佢哋講？你咪一樣會同佢哋講，總之 case 話乜就乜，即刻放棄單 case。你唔想輸嘅，當單 case 係我嘅咯。我會聯絡 Quinny。同佢講我哋退出呢單官司嘅事，總之呢單 case 嘅嘢，你以後唔好再理。希素啊，過嚟傾兩句啊。你係咪歐陽偉嘅聯絡資料？係啊，做咩啊？即刻同我揾佢出嚟，我要單獨同佢見一次面。佢控方證人嚟嘅喎，我哋唔可以單獨同佢見面，咁做犯法噶。係咪犯法？我比你更加清楚。如果你想幫我吳冠星嘅話，就話俾我知點樣可以揾到歐陽偉出嚟。我唔知點解你要同歐陽偉見面，我只係知道如果喺陣間個會度你交唔出嗰個目擊證人 ，K 師就會當住班委員面前終止呢個 job。係，我係揾唔到目擊證人，但我有辦法令歐陽偉將事實真相講出嚟。好啦好啦，我帮你联络律政司，等佢哋帮你联络欧阳伟。呢件事唔可以俾邓柳知，系要私下见欧阳伟。你究竟想同欧阳伟讲咩啊？
你有咩方法可以令佢改口供，讲个事实出嚟啊？欧阳伟一直喺兰桂坊度做紧生意，嗰晚跟佢公司嗰个目击证人系佢嘅行人。简单啲嚟讲，佢喺度卖淫。就算佢真系咁做好，咪点啊？都证明唔到吴冠星冇袭击佢噶。我要同佢做一单交易。如果佢唔想将卖淫呢件事爆出嚟嘅话，佢就要律政司嗰度重新录过一份口供，将当晚嘅事实真相讲出嚟。你呢个唔系叫交易，系叫做犯法，叫做妨碍司法公正。我同你讲，我当冇听过你所讲嘅嘢。已经冇其他办法噶啦，既然揾唔到个证人，知道成件事嘅真相就只有欧阳伟一个人。我都想知道真相，但我有个原则，就系要用合法途径。你听我讲一次好唔好啊？呢单官司你唔衰得噶，做人冇理由有条生路唔拣，喺呢度拣条死路嚟行噶。你咁嗰条唔系生路系死路啊！你唔好再问我啦，就算你问一百次、一千次，我答案都系 no 啊！奶叔，做人讲完真系啱，但你要识得转驳得噶。嚟紧我剩翻两个钟啊，就冇时间啦。到时候我新证人又冇新证供，又冇 case， 一定会够啦。我情愿坦坦白白话俾人听，我哋咩都揾唔到啊。我情愿将单 job 交翻俾 case 处理。我情愿话俾人听，我呢个主席系废柴，我都一定唔会做犯法嘅事。徐忠话俾你知，如果你唔听我讲嘅话，我夹你用人头嚟担保，你主席呢个位坐唔到完美。Yes， 难得你哋两个单 case 都 hold 住咗，我哋三姊妹先有机会坐低 catch up 下。嗱，你哋两个俾下面小女子，唔准再冧公事，唔准再揦埋口面。我都想，如果一个掣一拍，乜都唔使谂，你话几好？但我一眯眼就谂起张强呢个样，呢个世界天会有人仲专制过我爹哋，霸道过我爹哋？我从来咧都唔怕嗰啲专制啊、霸道嗰啲男人。你知唔知我最憎啲咩男人？我知。系成日渣渣地喺度抽你水嗰啲男人，我知，好似张强嗰啲咁，只眼生喺呢度啦，佢睇唔起晒所有人噶佢。No， 我最憎嗰啲自私自利、永远净系识得谂自己嗰啲人。我哋公司有个人犯啊，佢仲要系最恶嗰个。你讲紧 case 啊？你两个系我嘅好姊妹，你听我讲，我方玲喺几年之后要坐得高个 case 啦，到时系我话打咩官司就打咩官司，我话做咩 case 就做咩 case，OK？ 我话话事，唔使等几年。我而家就用当两 c 主席嘅身份炒 case 啦，鱿鱼，好唔好啊？喂，仲有我啊，仲有我，好啦好啦，我听日炒埋 Jackie， 你直接搬入佢间房。Yeah！